蓝色的大自然向我们招手的地方全裸能到。如果将身体交给这里，就会感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向充满大地气息的中部邀请您过来，被自然绿色同化的地方。充满土地和树木气息的，邀请您到全罗南道中部来。韩国政府认证的，荣获公共机关顾客满意度全国最高的和顺全南大学医院，全南地区唯一的上级综合医院，拥有优秀的医疗团队和先进设备，提供最佳医疗服务并创造最佳治疗成绩的地方。在新环境设施里，感受一下完美的治愈之力吧。这样治愈的健康身体，可尽情享受自然之美。迈着矫健的步伐，来到正南京的扁柏森林园。在这里，不仅可以治愈身体，还可以治愈心灵，可以培养健康的精神。扁柏森林带来的另一种乐趣，国立长城森林体院。通过森林专家们的经验和介绍，可以更有效地享受扁柏森林。在扁柏森林里享受的心灵放松和治愈，拥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感受到的魅力。如果在森林里尽情享受治愈，那么推荐您吃潭阳牛肉饼。土地、山、海融为一体的长兴三河，将打开您至今品尝美食世界的另一个层面。用热腾腾的食物填饱肚子后，漫步的水杉路送给您一幅美景。还有和自然一起，可以享受时间停止的平昌慢城，还有一年四季常青的形象。欢迎我们来到竹绿园，在全罗南道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绿油油的全罗南道，送给您一个特别的一天。我要到全罗南道去治愈。